请虚宗所有弟子听令，本掌门离开之后，你们秦家修炼，切不可懈怠。日后，本掌门会带你们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。是。来了，你们三人需要突破超凡，跟我一起走，毕竟这里还受到天地威压，不可超凡。哎呀，太棒了！哎。 跟着陆掌门才刺激啊，还有肉吃。启开，莫爱老娘。静平。师兄。掌门师兄，你对清平有再造之恩，让我跟着师兄服侍师兄吧。罢了，你和龙逸尘体质特殊，就跟着我出去历练一番吧。太棒了！师兄万岁！出发。 哎，那是掌门，前面就是豫章，穿过豫章，我们就会进入东南主域。嗯，哎，看那边来了一艘飞舟，是少宗主。陆晨，我和您一起去主域。想好了，主域辽阔，是知遇千万倍，我不会时时护你周全。想好了。 我云初然自信在主域，也不弱于任何人。最坏的结果也就是身亡。再说，这知域没了你，也不好玩了。走吧，跨越豫障。大家小心，我们在穿越豫障。哇，好神奇！超凡之下可以随意跨越豫障，而超凡之上就会受到豫障排斥。 为什么呢？这豫障到底为何而存在呢？好神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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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神奇！小哥哥上掌门在炼丹炉里烧坏脑子了吧？见笑了，相信我，他一直就是这样。哼，豫障，不过是昔日眷养畜生使用的围墙罢了。早晚，我陆晨会清除这世间所有的豫障。掌门，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 三位、五位、八位，你们再次突破超凡。是。哎，掌门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昔日白帝的居所。白帝，你们好好在此修炼。是。白帝的居所。 这么说，这里就是赫赫威名的白帝城。江川白帝一身白衣，潇洒出尘，最是风流倜傥，引领一个时代数万年。所见白帝城亦是穷尽天下之繁华，最盛之时，无数修士都已能远看一眼为荣。掌门让我们在此修炼，必有深意，我们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。我听我父亲说。 主域和知域有很多不同之处。主域相对于知域来说，资源更丰富，那修行者不计其数，相对的也更加凶险。我们此行还是谨慎行事。哎，那边有人，过去看看。我家公子问询几位从何而来，可是去参加飞扬仙门的考核？小地方而来，什么考核？我们并未听过。 姑娘气质出尘，仙人之姿，怎么可能是小地方来的？啊，这么美的女子倒是不多见，而且还不止一个。本公子今日倒是走了大运。请问尊姓大名，找我们何事？我家公子姓黄名妓，乃是飞扬仙门的弟子，在飞扬仙门弟子中地位崇高。嗯，我看几位去的正是飞扬仙门的方向。 我们可以一路同行。陆晨，此次历练，飞扬仙门是第一站，你们几人就暂入飞扬仙门吧。姑娘，不搭理我，换个目标。敢问姑娘芳名，本公子正好有些渴了。
兄，喝些茶水吧。可恶！大胆！认识我家公子是你们的荣幸，你们竟然敢怠慢我家公子！你叫陆晨是吧？我知道你是这里领头的，告诉本公子，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吗？又不搭理我，这些人！陆晨，本公子在跟你说话。师兄不愿意搭理你，你就闭嘴吧。公子，这些乡野村夫实在无礼，我替你教训他们。哼，下手轻点，别伤了两位妹妹。公子放心，我先让这个叫陆晨的给你磕头道歉。什么？小心！啊！救命！啊！你敢伤我的人，都绑起来，扔下去。我爹是飞扬仙门黄冈，你们这是玩火自焚。下去吧你！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，是当时最年轻的化境高手，少年宗师啊！阴煞古变，什么东西？邪招！抱歉，对不住了。那家伙好像只有元婴修为，半个月连破三阶，开挂了吧？开挂？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儿，我靠的是抱大腿。小子，你要是不给钱，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。哼，陈医生，你快想想办法。会治病？开什么玩笑！我去，福哥，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，双双变这么牛的。看我仗剑都市，成就最强神王。你们竟敢加害无期，罪不容诛。就连洞穴宫的古武巅峰高手也做不到这种程度。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，那就只能灭族了。大祭司，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？是说这个东西吗？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，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是一个废材人族啊？我老婆是魔王大人，每周五日上午10点更新，不要错过哟。